癌症连续41年蝉联十大死因的榜首，有不少人在健康检查时会选择多抽血来检验癌症指数。但是肾脏科医师王介立却表示，他从来不会这么做，因为只是徒增困扰。但是也有其他医师认为，的确有人是因为抽血异常才发现癌症的。而面对这样的争议，负责健康检查项目的医师也回应了，说癌症指数主要是让患者了解癌症是否复发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，则会建议还是使用超音波跟影像检查才比较有效果。学习医受抽血检验，随着健康意识抬头，不少人在健康检查时都会抽血加验癌症指数。不过却有医师直言，这是完全没有用的检查，做的只是徒增困扰。但有医师认为，的确有人是因为抽血异常发现癌症。筛检癌症部分，它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的确是不高。CEA 所谓大肠癌的肿瘤指标好了，就算指数正常，也没有办法确保没有大肠癌，因为它是比较有大肠有扩散才会高。已经到第三期、第四期，那也有可能会表现出癌症指数还在正常的范围，不建议民众单一去验血液中的癌症指数来判断自己是否有罹癌。像 CEA 上皮癌陪抗原，只要是罹患大肠癌、胃癌、乳癌、卵巢癌，还有肺癌，这个指数都有可能上升。如果只单靠癌症指数，医师也很难判断是哪个器官出问题，通常还要花很多时间追踪，加做一堆检查，最后可能发现结果一切正常。因为这个指数升高也不一定代表罹癌，其实像是老烟枪、有肝病或者是慢性肺阻塞的人去做检验，同样会导致指数升高。抽血的肿瘤指标主要有几个价值，比较高危险群的病人去做定期的追踪，看他指数有没有上升。如果说已经确定是癌症的病人，开完刀啊，做完化疗后，肿瘤高起来，就会先担心有没有复发的状况。特别是健康民众，如果是担心自己罹患肺癌，建议应该去做低剂量电脑断层；如果是怕有腹腔内癌症，则是可以做超音波或者是进阶影像扫描，直接对症检查，才能准确判定。记者魏婷、卢伯聪报道。